你知道夸父为什么要追逐太阳吗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巨人部落，部落里有一个非常勇敢的巨人叫夸父。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广阔的远古大地开始。那时候，太阳就像个熊孩子，把大地烤得土地龟裂，河流干涸。夸父挺身而出，决心追上太阳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夸父迈着大大的步子，像风一样奔跑起来。他跨过山丘，越过河流，跑得那叫一个热血。渴了，喝黄河水，还渴，再喝渭河水。但他太大意了，喝干了河水还忘了带水壶。最终，夸父倒在了追日的路上，变成了传奇。夸父死后，他的手杖变成了一片桃林，结出的桃子为路过的人们解渴。虽然夸父没有追到太阳，但他勇敢无畏、坚持不懈的精神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。